Hello， 相信大家一定听过抖音噶啦。今日咧同大家开箱一个咧喺抖音上面咧十分火爆嘅小玩意，到底系咩呢 ？Let's go， 好，打开佢。就是这个了，是一只纸手表。这只、个、表其实很简单的，在这个位置就是时间显示。这个图案呢就是火线追击，即是现在最流行的食鸡游戏的图案来的。这个扣的位置呢是一塊磁鐵嚟嘅，咁就扣咗㗎喇。帶住佢去食雞，係咪有型好多啊？